Hello， 又到四月份啦，希望大家过咗一个咧好开心嘅复活节假期啦。咁今个 video 咧会介绍翻咧四月份嘅优惠产品之外咧，而且嘅产品咧非常之啱咧踏入四五月呢一个咧春夏之间嘅季节嘅。咁首先就系讲防晒啦，开始见到太阳白白出嚟，要搽防晒啦，冇错。Color Science 30度 Fair 同 Medium 咧，我哋都会做咧9折嘅。如果想睇落去咧白净啲，好似白雪公主嘅话咧，就可以揀翻 Fair。如果想全家一齐用，或者系睇落个自然感多啲嘅话咧，就可以揀翻 Medium 嘅。咁大家记住，每个礼拜咧都用翻酒精咧，系做翻清洁咧，以防有菌群咧滋生嘅。咁另外，大家最中意嘅 Syntagity 呢一个 primer 咧，我哋都会做9折嘅。咁佢可以做埋面霜啦、防晒啦、打底，同埋咧佢攞咗 EWG 咧嘅防晒大奖嘅。咁大家值得留意，系非常之高嘅良心防晒嚟嘅。咁你可以俾小朋友用又得啦，自己用攞嚟化妆打底都好好嘅。4、5月嘅时间咧，其实咧就好多黑头揾你啦，或者啲暗粒啊，又睇落去咧，好似肌肤咧点解咁暗淡无光咧，就系要去角质啦。如果你唔想咧系用呢一啲磨砂嘅话咧，其实木瓜酵素啦、菠萝酵素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，好温和帮你去角质，而且咧系唔使惊话磨到啲皮肤咧唔开心咁嘅。咁呢一个咧。Karuna 呢一个咧就有呢一个菠萝酵素嘅面膜，咁一个礼拜敷一次咧就帮你去走啲角质，咁我哋会做9折嘅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试多几只咧，就可以试呢一个 Karma Kit， 因为佢一盒咧有4种唔同嘅面膜啊，咁你就可以逐个礼拜试唔同嘅面膜，咁啊保湿啦，有菠萝酵素面膜啦、抗皱啦，或者系一个抗氧化嘅面膜咧，咁就非常之咧悭一个价钱，试到4只面膜咧系非常之优惠嘅。另外，如果你行完山觉得皮肤哇又红啦又敏感，或者转季嘅时候啲天气太湿度太高嘅话咧，呢一个咧镇静面膜咧就啱晒你。其实呢个冬天又用得，夏天又用得嘅，不过夏天用嘅时间咧就唔使敷咁耐啦，唔好敷过夜啦，敷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咧就可以过水，咁就可以即时帮肌肤咧做翻个急救啦、补水啦，同埋个镇静嘅。咁今个月 George Rosebud 呢一个咧 Hydration Mask 都会做9折。到眼霜方面啦，咁如果你个眼仔系比较差啲嘅，比较多眼纹好深嘅，成日捽眼嘅话咧，我哋可以用呢一个 Hynunia 呢个 Intensive Eye Cream 嘅，咁佢咧个质地会滋润少少，所以用嘅份量咧轻轻就得啦，唔使话一粒米啦，半粒米都够噶啦。其实呢一支系用到9个月噶。咁如果你想清爽啲嘅，仲想做埋提亮啦，同埋收紧嘅话咧，就可以试下 Dermacrest 呢个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做紧50%嘅今个月。身体方面咧，我哋有个新品牌 Eco Derma， 咁呢一个咧牙膏咧好特别嘅，佢落咗一个活性炭啊，接出嚟系黑色嘅。如果你有口气啊，甚至可能有牙疮嘅问题咧，咁呢一个活性炭咧就系、是、可以帮到你噶。咁你就用嘅时候咧，你用完之后有翻一个咧系亮齿啦，同埋有一个咧消炎嘅效果，同埋咧令你个口气咧冇咁严重嘅。咁今个月咧，我哋个试用价咧就系、是、9折俾大家嘅。夏天咧就系呢一只 Revit 嘅 body lotion 咧，系我最中意用。点样呢？因为佢系会识爆水嘅。点解咧？佢挤出嚟咧好得意嘅，虽然好似系 cream 状，咁但系咧你推落个身咧系会变咗水分，一啲都唔立啦，同埋咧肌肤系即时咧做翻个提亮噶，同埋咧你唔使惊话 high 到其他人啊，或者 high 到啲纸啊，当 hand cream 用咧，你 high 到啲纸会立黐黐，佢唔会噶，因为佢咧个水分好足噶，用完你睇下。即时咧皮肤咧系白咗2度嘅，咁而且佢个西柚味咧好啱咧夏天用，咁啊水果味，咁个人咧都会系 relax 啲嘅。咁今个月咧会做9折。头发方面咧，帮大家拣咗2只产品咧做9折嘅，就系、是。啱晒呢个夏天用就系 fit your hair 啊！有时做完头发定型一出街咧就塌晒落嚟，好麻烦啊！咁但系坊间一般嘅洗头水或者系定型水咧都会系
好多 chemical 咧，好容易咧造成一個脫髮。咁 Fit Your Hold 入邊加入咗一個 rosemary 嘅，可以令到頭髮咧有個 hair growth， 就係生得好啲，同埋防脫髮嘅配方。而且咧，佢唔會做到咧嗰個造型係太硬嘅，但又 hold 到成日嘅。咁呢一個咧會做九折。頭髮方面咧，其實夏天咧都需要少少護理，就係、是、頭髮咧個頭皮啦、頭髮咧都會曬到同埋係灼傷嘅。咁呢個 Fit Your Sunshine 咧，可以喺洗頭前咧，就喺咧髮尾啦，同埋呢個髮根嘅位置咧，做翻個保養之後咧，你先洗頭又得。又或者你淋吹头嘅时候落少少喺个发尾位置再吹嘅话咧，可以增加翻嗰个咧亮泽感嘅，咁佢叫做 sunshine， 就因为佢可以令到头发咧有一个咧闪亮亮嘅效果嘅 amazing 嘅效果啦。咁今个月都会做九折。这个月 Restore 会有九折的， Restore 可以令到我们的水分即时补充，而且有一个去水肿的个效果，夏天喝的时候譬如可以排水肿，做个修身的效果，还有它里面有很多叶绿素的，可以帮我们增强免疫能力，还有排毒是非常之好的。这个分量是喝到一个月的，每次喝的时候每天你可以一杯水就落一秒，那就这个分量你说我不喝得不得，你可以停兩天之後你又喝回，但是你 feel 到呢喝了個效果，個喉是沒那麼頸渴，甚至你是吃完味精的之後呢，這個都可以幫你解個 MSG 的問題的。大家準備了呢穿小背心和短褲仔尾，我們幫大家準備了一個身體磨砂，就是幫大家做一個提升去一些產紋和去紋的 body massage 的磨砂，裡面就用一個咖啡和用了一個海鹽的成分，它可以促進個血液循環，尤其是產紋和背脊粒粒，你用了之後是很滑之餘，它裡面還加了一個 magnesium 味，可以幫身體放鬆和排毒，所以可以幫大家去水腫。所以呢、這個今個月我們會幫大家拋了一個折，就是88折了。今個月非常之優惠的85折就會在這裡了，就是 Herb Farm 啦，全部都是 Travel Size， 你又想試他們四種最 Hero 的 Product 你就可以選擇了。一隻呢就是適合一個成熟肌膚，一個呢就是適合敏感肌膚的，大家可以選擇的、玫瑰花啦，有一個還有一個就是金盞花來的。而 S 呢度咧，我哋都會做翻個85折嘅。第一個咧就係 Eye Makeup Remover。如果你有時覺得哇卸眼妝咧，隻眼妝太重啦，真係要揾啲嘢嚟幫手卸，令到啲眼紋咧冇咁嚴重咧，呢一個係非常之好。裏邊有個厚面包樹嘅補水咧，能力非常之高。咁另外 S 呢個 Cream Mask， 夏天嘅時候咧，雖然是沒那麼乾，但其實流了汗、AC、冷氣機甚至太陽爆白都會很扯水的。這個 Cream Mask 在夏天的時間也是敷的時間不用那麼長，三四個字就可以過水，就可以即時補充水分和做鎮靜，一個星期一次就夠了。